小芝发现女儿永远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仨一块儿的，你仨跟我，好疼了，都仨来。你干啥呢？咋的呀？你看，你看我好几天跟你不乐意了，你那啥眼神啊？小军人在你眼里是一文不值，凭了咱俩就处理。他们对爸爸的关心无微不至，计划甚远。你能不能少抽点烟，少喝点酒啊？妈妈让他抽，让他喝。姑娘，你不能老听你爸说话。妈，没事，你让他使劲抽烟，使劲喝酒。为啥呀？等他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我就每天用轮椅推着他去公园。嗯，让他看着你和别的老头跳广场舞，我就让他着急，想站也站不起来。然后呀，晚上我再推他回家，遇到下坡的时候，嗖，走你，走你，走你！你别笑。小棉袄是爸爸最听话的宝贝，有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通知爸爸。爸爸，嗯，你又该挨揍了。What？ 我怎么挨揍了？碗我刷完了，地我拖完了，衣服我也洗了。我把床上的画给摔烂了。你把画摔烂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因为有100块钱。嗯。给妈妈了。小棉袄们在面对爸爸时，会把爸爸当成兄弟一般看待，毫不客气。过来让爸抱抱。我骗你不？我不要给你抱。你跟谁俩呢？我不要给你抱。你跟谁俩呢？就跟你抱。不是，你跟谁俩呢？我跟你俩。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我看你像抱抱。我看你像抱抱，你过来，过来。也使得小棉袄们肆无忌惮，语出惊人。啊，假如爸爸掉河里边了，你是先吃西瓜呢，还是先吃葡萄呢？他是不是可以吃席了呀？他是不是可以吃席了呀？作为爸爸的小棉袄，总是会给爸爸带来惊喜。妈妈一个人买的，对，妈妈一个人养的这个家，对，妈妈的所有的钱都是妈妈说这句话，我气死了。妈妈所有的钱都是妈妈一个人，我们这个家是妈妈一个人赚的钱，这个房子哪来的？气死了！写作文就是妈妈需要妈妈的爱，啊，爸爸没有爱，对，良心都没有。听到没有？你必须给我强行写出来，爸爸的爱在哪里？关注小智，让你每天都更开心。有啥？有什么？